白色蓬蓬裙加上可爱蝴蝶结发型，豆花妹再出击，现场又唱又跳，超级卡哇伊。我觉得我自己承认是可爱，然后比较淘气男生一点。豆花妹2009年出道，外形甜美，身材姣好的她，受封为宅男女神，近期转战戏剧圈。Vespo 的账号是。在2014年也曾经出过微信感写真，近期性感艺人波多野结衣波卡事件争议不断，但豆花妹坦言也想收藏看看。波多野结衣我是不太懂，但如果有出的话，如果朋友送我是不讨厌啦，就可以，还蛮感觉好像蛮厉害的。YouTube 找我来，想必是喜欢我跨时代的 style。 不过新一代主持天王黄子佼对波卡却有不同的看法。波多野结衣这个角色本来就是属于某一种族群才会关注的，并不是老少咸宜的一个概念，难免要顾虑到所谓家长的观感或者是长辈的看法。对于柯市长拍桌暴走，焦哥也有话要说。比较激烈的一种示范，我是比较不赞成。大家好，我是波多野结衣。波卡争议不断，艺人看法两极，接受与否还要看个人喜爱。东森财经新闻陈和平、吴优树、卢玉婷台北报道。